千山，万仞千峰间，刻画出丝路文明悠远的龙脉和不屈的脊梁，更滋养着勤奋耕耘于边陲大地的新疆儿女。在这片热土上，屹立着一所近百年的学府——新疆大学。翻看它的历史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首豪迈壮阔、熠熠生辉、桃李芳菲、峥嵘不息的史诗。20世纪初，民主思想的洪流冲破了封建帝国的枷锁，变革的呼声回荡在华夏大地。强国的梦想是每个中华儿女共同的目标。在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思想的感召下，新疆大学的前身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在博大书院的旧址上于1924年7月正式成立。在边陲阴霾密布的年代，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点燃了新疆高等教育的第一缕烛光，从此这里就成为新疆大地上思想文化的高地。1935年1月1日，新疆俄文法政学院正式改为新疆学院。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共产党人和爱国先驱从延安奔赴边陲新疆，显示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共产党人余秀松为新疆学院制定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为内容的办学方针，引导师生传播马列真谛，鞭挞黑暗腐败。爱国志士杜仲远，极目风云，举荐英才，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教授、学者林基怒、张忠实、茅盾、图志、赵丹应邀来新疆学院治学任教，在天山南北传播先进文化，引领师生追求真理，宣传抗日，是作为抗大第二的新疆学院洋溢着革命的情怀。久治征程，历尽沧桑，携手同行，弦歌奋进。9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新大人拼搏不屈、卓尔杰出的品质。90个春秋淬炼出了爱国爱疆、团结进步的新大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新大人勇往直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90年的开拓创新，鼓起了新大人实现赤诚报国、科技兴兴的美好梦想的风帆。巍巍天山雪，泱泱洪湖浪，高山人仰止，源源水流长。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及对口支援高校的援助下，如今的新疆大学跻身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国家教育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建设高校。新疆大学已经走过了90年的辉煌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漫漫征程中，几代新大人薪火相传，创新发展，形成了爱国爱疆、团结进步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大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我们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高举和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努力把新疆大学办成中亚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为新疆经济建设和长治久安培养更多的和民族优秀人才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新疆大学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学理念，坚持以现代文化引领学校科学发展，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选树先进典型，引领道德风尚，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加强校园综合治理，连续通过自治区精神文明单位复验、零起点验收及思政评估，并获得了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同时，新疆大学还创建了新大讲堂、鸿鹄网、可爱新大脸谱、双语班等一批文化品牌，引领先进文化，服务社会，承担起新疆最高学府的历史使命。现在的新疆大学已经有三个校区，设有23个学院，一个研究生院，一个独立学院，共有9个学科门类，涵盖了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目前每年招收本科生近5000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近20000人。新疆大学现有8个博士一级学科授权学科，47个博士二级学科授权学科，29个硕士一级学科授权学科，154个硕士二级学科授权学科，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学校学科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一批整体优势较为明显、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富有特色的学科，紧密对接新疆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和关键产业领域，在石油化工、煤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方面，一些应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学位点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自治区重点学科骨干、校级重点学科为支撑、布局合理、各具特色优势的三级重点学科体系。同时，立足中亚和新疆区域特点，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人才库作用，为新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理论和治理支持，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机制，从整体上提升对新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新疆大学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注重高层次人才引进、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以对口支援为契机，通过进修、培养、攻读学位等多种形式，提高自身素质和学术水平，改善师资队伍结构，造就了一支综合素质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在人才强校的基础上，新疆大学始终坚持科研兴校，紧密结合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凝练学科方向，整合科研队伍，优化科研资源，坚持科研创新，拓展科研领域，积极构建科研创新平台，不断完善科研管理机制，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10年以来，新疆大学共承担项目1914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081篇，其中三大检索980篇，专利185项，获奖励32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项。
新疆大学坚持以服务求发展，以贡献求支持，强化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充分发挥综合型院校学科门类齐全、高层次人才聚集、科研成果丰富的优势，通过全面开展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等形式，构建了为社会服务的网络，为自治区社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服务社会中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新疆大学还积极开展对外教育交流和合作，通过开设孔子学院、吸收外国留学生、参加国际论坛等形式，传播悠久的中国文化，扩大了学校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新疆大学将按照建设一流大学目标的要求，从学校实际出发，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努力建成中亚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学。今天的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新疆对外开放步伐，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新疆也是新疆大学的重大历史机遇。同时，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中央对新疆更大力度的支持，为新疆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也提供了更有力契机。承载着祖国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新疆大学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推进办学理念、模式和机制的创新，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探索出一条新疆大学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新疆大学将肩负历史的重任，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努力把学校办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办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让党和政府放心，让各族人民群众满意。摘一行梨花吟咏的诗句，从春雨潇潇的校园里走过，写一缕浓荫的凉爽，从夏日的洪湖边走来。多少次我们抑制住汹涌的热泪，把历史细细地翻阅，多少次我们沐浴着光荣与骄傲，让辉煌照耀。爱国爱疆，团结进步。天山给了新大人崇高和尊严，大漠给了新大人胸怀和远见，新疆大学始终践行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校训，继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为把新疆大学建设成为西部先进、中亚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新疆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为了祖国的团结和谐、繁荣富强、灿烂辉煌的明天，贡献我们的青春和热血。